嗨，我是 Yoko， 我是一位塔罗牌占卜师、金钱灵气疗愈师以及量子人类图的解图师，同时是一位药草女巫。每周日晚上7点，我会从人类图的角度来去看看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太阳以及地球又来到什么样的闸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接下来就来看看下周的流日吧。周一过后，太阳来到19号闸门，这闸门叫做想要调频，它是在根部中心的闸门，它与我们用情绪和家人社群连结的关系有关，也许会是我们情绪上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也有可能会在于这种情绪啊跟人际关系之间的互动特别的敏感，失衡的时候可能会为了要迎合他人的需求，为了满足自己的依赖感而牺牲了自己的想法或感受，因此要学习在运用自己的敏感力来去协助他人的同时，也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能量，学习自处，在群体中找到与他人相处的平衡，同时也更能够维持关系的稳定。那在周一过后，地球则来到了33号闸门，这个闸门叫做隐私反复叙述，它是在喉咙中心的闸门，在于将个人的故事转化成可以分享给他人的经验，因为不管是愉快或不愉快的故事，事实上只要经过我们的叙述以及我们自己内在的转化，重新诠释一个你个人的经验，以赋予他人力量的角度来去分享这个故事，当然同时也有可能是你获得他人故事的启发，因此而觉得能量满满。那我觉得这两个闸门在结合的同时，也是要协助我们去觉察，我们在分享个人经验或故事的时候，我们是充满的能量在赋能他人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还是充满了一些我们的负能量啊、抱怨的一些情况，那个情绪的展现是偏向负能量的还是正能量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跟别人分享，但同时我们也在反求诸己，去看看我们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样变化的，在协助他人同时也成为自己成长的机会。那周六过后，太阳则来到了13号闸门，13号闸门叫做聆听者叙述，它刚好可以跟刚刚讲到的33号闸门形成通道，不过它与33号闸门是对外表达的形式不同，它是着重在倾听这件事情，不仅是我们倾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经验而达到我们自己内在的转化跟成长，同时也可能我们在倾听的过程中协助对方去转化他这个故事在他心中的一种思考角度，比如说本来是很负面的，或者是他只看到这件事情对他带来的伤害，但你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去拆解分析，协助他转化这个故事成为他未来成长的动力与养分，我觉得这也是13号闸门跟33号闸门组合在一起可以把故事发挥它更大的成长的效应的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这个闸门同时也在提醒我们自己，是否过去有某些创伤或者是经历，是时候要我们另眼相看它，而不是一直沉浸在那样的故事里面，透过不一样的叙事角度协助我们去代谢过去的自己，重新定义现在的你。那周六过后，地球则来到了7号闸门，7号闸门叫做互动中的自我协作，它与13号闸门一样都是来自于居中心，而上周我们有提到的31号闸门刚好是7号闸门对面的闸门，可以形成通道。那大家还记得上周我们讲到的31号闸门是在于领导力嘛，而7号闸门不仅是对外在领导，同时我们也是内在在跟他人去相处的时候互动中的自己，我们如何定义自己的那个角色，所以协作跟领导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不一定是在人前的那种领导者，也可能是在背后默默去推动某些事情发展的幕僚角色，不用强迫自己要成为传统意义上的领导者，就是在人前去发表演说，发表一些激励人心那种话语的领导角色，而是你去推动某些事情的成型，引领某些事情的完成，你是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到自己与他人或自己在事件当中与事件、与环境、与群众相处的定位。那这两个闸门我刚好都有，而且都有很重要的行星落入，因此让我特别的有感。那这两个闸门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都在一个群体互动或事件当中协助他人，同时也是在协助自己，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逐步帮别人找到自己，同时你也更知道自己做什么是有价值的，你也从中去得到成就感。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收到每周的人类图觉察周报，也就是影片人类图觉察周记的文字版的话呢，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去填写你的资料哦。那我是 Yoko， 我们就下周影片再见咯，拜拜。